disappear from all those voices that I fear, and all the moments I can't handle, 'cause I'm different. You have to promise to stay near. You're always telling me the truth. 大家好，我们是接待双 Q， 我是大 Q 双 Q， 小翠玲，还有 Mini Q Henry， 还有小小 Q X。哎，你怎么在大门门口？欢迎来我们家。我们今天呢，又来到我们最爱的宜兰了。我们来民宿包栋。今天来到宜兰的六六白宫民宿，这间呢，它其实是宜兰非常有名的民宿埃及白宫的老板他们开了一个新的民宿。大家应该有看过我们以前的影片，就是有埃及白宫跟三星白宫，这一次他们新开了一间。六六白宫超赞的，我们今天特别来体验一下他们的住宿。对，然后这次呢，我们一样就找稀有宝宝的同学，我们一起来住民宿。因为我们上次录完营之后，我们就说，下一次是不是要民宿包栋一下？年纪刚好相仿，所以也可以比较玩得起来。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好，赶快来带大家去看一下外面。我等一下再介绍，外面也超级漂亮。我刚走进来的时候，迎面两排这样树，这个白宫那个外形超美的。外面有荡秋千，还有后面还有泳池，还有烤肉区，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走吧。我们家一进来就有超大电视，不是我们家六六白宫民宿的客厅，而且要变成我们家。好了，买一间好了。所以说以后养老买一间民宿来经营，我觉得不错哎。大家有没有一些建议？我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它还有超长的沙发，这沙发好漂亮哦！这客厅整个白宫系列，他们老板真的是超级有 sense， 你看他的装潢都超级赞，宽敞。想什么牌子的 ？Boss 的，现在拍不太到。还有卡拉 OK， 很赞，那个客厅直接唱卡拉 OK。然后我刚扫过去的时候，已经有拍到电动麻将桌，天哪，太赞了！民宿包栋就是要有电动麻将桌。还有下午茶，还有下午茶，对，下午茶都弄得超级梦幻，而且都很好吃，水果超甜，吉祖饼好好吃，然后水果也是超赞。映入眼帘的后面就是有一个游戏区，一个溜滑梯。求职，超梦幻的溜滑梯，然后小朋友就很爱。四个小朋友已经玩疯。对，可能八个，这里是第八个。好，然后这边是他们的厨房区，有一样锅子可以用，还有布锅子。我们也要介绍我。好，介绍你，嗨，你在玩对不对？介绍一下。先跟大家讲，这个冰箱比它使用超好的，然后里面有附饮料，就你来住的话就会有。对，这边是全部提供哦。我想说不要给我自己看到，就不要看到了。没关系，他刚才已经看到了。然后这边有饮水机，就泡奶什么的都超方便。然后有消毒锅，然后还有咖啡机，然后这个泡面随你用到饱。还有这边有零食，两层零食。第三层也有。第三层是红酒杯。摇晃的红酒杯加冰桶，哇，好漂亮的红酒杯。一楼有两间房间，两种巢，一种蜂巢，一种鸟巢。我们先来鸟巢这边，中规中矩的，很大的四人房。然后这间唯一就是有浴缸。我觉得他们那边很有特色，是他们的房间的名称，就是然后跟他们的布置非常有关。你看鸟巢在这边，然后有很多花，还有羽毛，对，它的味道每一间都不一样。我刚刚没有鸟味吗？没有，对，香香的啦，就有花香味的感觉。对面是蜂巢，你看蜂巢里面的很多小动物这样。那它很贴心，就是每一间房间都有宝宝的浴盆跟床围，床围对，然后备品都有，盥洗用品，然后吹风机，然后毛巾，还有除湿机，如果觉得湿气太重也可以开除湿。没错没错，这间是蜂巢的，蜂巢的那种装饰真的是很漂亮。完美镜子，哇，每一间都有对不对？这个是储物，对，哇，好赞哦。还有免治马桶，对，每一间马桶都是免治马桶。这边有一个客位，然后也是有免治马桶跟小便斗，甚至还有小朋友大便用的便便马桶。好，我们去二楼吧。一楼差不多介绍完了。哦，这个楼梯，这个楼梯 ，Let it go，Let it go。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拍一下，因为上次晨晨有来拍，我想要学晨晨拍男孩版的。楼上有四间房间。有三间是有溜滑梯的，超大座的溜滑梯，从二楼到一楼的溜滑梯。对，第一间是这个海洋。进来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它还有这个极光，你看这很漂亮，对不对？而且它这边楼梯也是都会亮的，上面都会有做那个海洋风。然后还有透明的溜滑梯，真的超美的，我觉得小朋友在这边玩真的玩到疯掉。好，再来第二间是我们的月球，月球也是有一个超大的溜滑梯，月球表面哎，你可以在讲月球表面，太空人超可爱的，还有这里有一个垂降的三个太空人也超可爱的。它这边都是四人房，下面是双人床，楼上也是双人床，对，它都是加大的。你看这个灯都不一样，然后你看哇，再来下一间是我们的蝴蝶，就是比较少女的房间，噔噔噔噔噔，就是它的这边。是一张床加大吗？上面这边有一个单人床，对，然后底下有一个单人床，所以它也是四人房哦。这间就没有溜滑梯，但是房间整个很明亮。但是这间有阳台。
对，这间有梦幻阳台，我觉得小女生真的会很爱。你看我们朋友来了 ，Hello。欢迎来我们家。好，然后来到下一间。今天晚上我们住这间。没错，我们是住原森林房。你看上面超多很可爱的猴子，都养挂的。然后它这边一样有一个弯管溜滑梯。这间好像也是这边最大的一个房间。哦，对，这个真的蛮大的，很高。上去看一下屋顶的感觉，我觉得超赞的。然后上面有很多蝴蝶。这边有一张双人床，下一个双人床，所以整个住起来就超级宽敞。从上面看起来也超可爱的。它这边房间的电视很特别，你看，就是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后面这种树包住的，好酷哦！连这个都有做到，很符合他们的主题。对，而且他们真的很注重细节，都有他们自己的风格，真的是很厉害。我们住了他们三间都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哦，可是这边就没有那个黑暗的，但是也很漂亮。这间是有柜子的那种，哇哦，哇，厕所也都很赞。好香哦，晚餐时间真的好香哦。我们今天晚上自己来煮烤肉，还有烤肉架，然后这边外面有一个用餐区，很赞。旁边有泳池哎，虽然今天有点凉，不知道可不可以游，因为小下雨。这泳池超漂亮的，可以开泳池派对。大人在这边用餐，小朋友在这边玩。妹妹自己带的，就是三个男生在玩。今天还带 PS5 VR 都带过来了，就是活动鼓掌。可以，我们可以唱两个。悠悠桃花凉，却是你怎舍下？现在时间晚上10点 ，KTV 只能唱到10点，就是小孩都差不多这个时间就要睡。等一下是不是有机会打这个？ Yeah. 可以，蛮充实的，但是爸妈也蛮开心的。耶、yeah. ！你怎么还没睡？你怎么精神了嘛？其他小朋友都陆陆续续都去睡觉了。你的楼梯真的很漂亮哎，我喜欢这个楼梯。哇，你看你跟着光走哎。它每一间的房间香味都不一样，然后都很干净很新，真的很棒。早安，而且早上超丰盛哎，超多的。我们第一天是吃中式，然后第二天会是西式的，两天不一样。小朋友已经在玩了，对，一早就可以玩起来。所以你几点睡？很晚了，我们昨天半夜这边打牌啊，打 PS5 啊，打到3点多4点。然后中间谁在有小朋友在？对，我们就很忙，就是打到一半，大家要牌盖起来，然后去哄小孩。很吵的地方也可以睡得着一点。早餐也很丰盛嘞，今天是西式的，两天口味不一样。这萝卜糕还真好吃，我喜欢吃萝卜糕。西式有加萝卜糕，西式萝卜糕吧？萝卜糕是中式，是啊，可是我们是西式。然后要退房。今天刚好有点没下雨。你不是要坐那个独木舟？那要换泳衣吧？不用了。旁边有一个独木舟在这边，很想要滑一下，你要不要挑战一下？你去挑战啊！可是会下水吧？哇，我们要离开这个超美的民宿了，好可惜哦，好想再多住几天哦。坐超舒服的。我们已经住3天2夜已经很爽了。哎、欸，很爽，真的蛮爽的，3天2夜真的还不错。我觉得其实，在民宿其实也不用出去。对啊，真的小朋友里面玩一整天真的很棒。像外面有荡秋千。然后也还有泳池，虽然这次比较冷，我们就没有下去。但是它外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自己带羽毛球啊、球类的玩具来玩。对啊，然后带脚踏车来骑啊。对，然后楼上房间也都有很多溜滑梯，就小朋友就一直玩。一楼大厅也有球池、攀岩跟溜滑梯，大人也有麻将桌啊，跟 KTV 啊。哇。然后迷你bar也很多零食，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要出去玩。真的在民宿一整天，我非常 OK， 可以，很棒。我觉得66白宫真的很赞，他们白宫系列真的都很赞。而且重点是这个是最新的，1月才开哦，所以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赶快搜寻66白宫找老板来订起来。没错，越新其实享受的越好，抢先入住那种感觉。好啦，很开心。那我们这次民宿就住到这边了，好想再多住几天。重点是这次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感觉同年纪真的比较玩在一起，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会吵架。
会吵架。不然小朋友就是这样嘛，吵一吵又和好。对啊，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小朋友吵架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好啦，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小名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留言、看到，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QQ 啊，拜拜，好，拜拜。